什么吗？我只是把真话讲出来。我是需要受那种待遇吗？他陈瑞扁说他现在是过街老鼠，他在那两年中有没有把我当成过街老鼠？声泪俱下，想起因为揭发扁家的国务机要费案，赔上了自己的婚姻和事业。李慧芬越想越伤心。前两年，我要跟赵峰金扣，要文件都没有，一张都不给。他跟我讲，如果我没有什么什么，你就拿不到。害我真的很辛苦，很辛苦。为什么？因为真真歧视他们的老板，他们就是欺负我。从揭发的那一刻开始，李慧芬就生活在恐惧之中。在这两年半，我真的，我们的英文叫 living hell， 人间炼狱。如果不是我意志很坚强，我想我已经死了很多次，因为我们家后面就是河。连这趟回台湾都是提心吊胆。昨天上飞机前，我就看到一个人，他一直看着我，一直看着我。那我就发现他长得很像陈水扁的一个密友。那我就问了，那个人就说他就是那个人的弟弟。那我就开始很小心的，不敢马上离开。飞机降落以后，我是最后一个离开的。李慧芬还爆料，扁家什么都贪，连菜钱也要 A。你知道官邸的菜钱他们也要吗？也是叫我们去收集超市的发票，兜一兜就可以，报那个官邸的菜钱。所以我们这集发票的人们有一组是做超市发票的。你们不觉得很可笑吗？欣慰这趟回台湾，正好看到陈水扁又被收押。李慧芬说她不后悔，两年前曾勇敢地踢爆扁家的国务机要费案。中新闻蔡慕琪、黄安晴台北报道。